如何退房了。好，那先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叫做这个小不点同学，那另外一位呢则是叫做 Lisa 同学。接着呢我们再多介绍一点五官的部分。各位厉害的是他们的眼睛很大一颗，应该很快就找到了，鼻子跟嘴巴跟我们一样。